the Reba of Norrington.
唱的都非常好听的。其实在我们早年呢，是白光小姐所唱的《怀念》，但是呢，这首歌曲如果以阿根廷 Tango 的 style 来演唱的话，我想呢，应该是别具一番风格的。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《怀念》。是否